看我没摸了，教我，我没摸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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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、哦，我活下来了，我活下来了。输赢啊，到底多想输赢啊，八加九你输赢啊，皇上跟喵少抢观众，哎、欸、就你们开心就好啊，你们想看哪就看哪、啊、我们这边是小清新台好不好，不是没有要嘴你们意思，就纯粹觉得你们应该是年轻人，对对，你们可以叫姐姐叫阿姨我也认的啦，什么瑞姨，哇靠，虽然说认了，但看到姨这个字还是觉得有点痛，修干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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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那个哇，这个凯哥怎么砍得这么狂啊？哎呦，我喂啊，干嘛啦？真的很不喜欢这样。哎、欸，你们不是为了这样上镜头，然后在这边集中的吧？杀到了，漂亮！一击棒棒啊！一击棒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对不起你的头，我最讨厌这种了，我最讨厌这种男生了，说好当初要在一起才在那边背叛，这个也他妈在那边蹲，讨厌臭无敌，不是啊。你们都不是下流棋，你们叫我不要疼你们了，为什么是我啊，不是啊、哦、不要啊，妈加油，好，孩子们都讲了这句话了，怎么能不加？快，你赶快拿，你赶快拿，妈妈保护你。哎、欸，干得好啊！怎么教你们抢房间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抢得到的、欸。白痴！谁？不是、啊，干有个混的。好啦，我们把我的视讯拉大一点，我们不要在乎游戏了。妈真的是情绪真的受不了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妈妈没有时间拉荧幕了。你还睡一星？赶快遮荧幕，赶快遮荧幕，往上遮，往上遮。哎、欸，我画面真的不见了，等一下被我玩不见了啦！白痴夸克，我绝对要ban你。要让妈啦，不会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还敢ban我的爱丽丝啊？幼稚鬼！可以，欧米茄转起来，四轮爪，跳一个地狱雷鸣再锤，跟上伤害，仅收一颗人头，之后往前千钧一千 ，biu。是不是不需要我啊？不好意思，可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再打个野吗？打野，我没有拍到全家福，全家福，白痴哦、喔！针对林地的头，我平常不打野的，我也不太喜欢氪金，我是被阿嬤怂恿才去氪金的，不然正常来说，我是不氪的。谢谢订阅。可是氪金可以拿女布欸，对啊，所以我拿女布啦。晚安晚安晚安，谢谢订阅。还没订阅的孩子们不要迷路了，赶快回到妈妈的怀抱里，要记得按下订阅哦，开小铃铛。干什么东西，干什么东西，轮流来你。求 IG IBY7721 会给你全世界哦。看我没魔了，教我，我没魔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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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、哦，我活下来了，我活下来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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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真的要播报吗？认真吗？会不会我报很烂呢、啊？这个是要干嘛啦，很白痴，我还要帮你们转播，是有什么毛病啊？然后他妈你们名字都超难念的，楚留香。
烦哦、喔！我竟然要自己在自己的台上转播，你们真的是够了。就是你貂蝉可能专精是够好的，怪我咯傻眼哎、欸！我们要重来了，到底要多久？苏文跟喵菜在直播，行啊，煞你这个选择哈，煞你这个选择我喜欢。但是煞你如果跟貂蝉没有搭配好的话，会很尴尬。游戏的头像画面大小应该兑换才对。对啊，我已经被霸凌成这样，我只能在这个小框框在这边受难，傻眼。哎、欸，我认真，我没有 OB 过、哦，等等要那个。OB 什么意思 ？OB 就是观察者，就是我现在要拉画面给你们看。有拉这一波做的挺好的，因为莫拉你乱到他前期四等就会比较麻烦。哇哇哇！你这个烙赛，没人要抓你这么凶，你队友已经走了。你只剩你自己一个了，你这个举动真的是不明智。火神之剑还往前直冲，哇！这把不优，你这把不能这样打，你队友已经走了。然后蓝方先开魔龙哦，已经先拉了，但貂蝉位置被抓到，上了一推往前，这时间点，哇！貂蝉大局开的真的是很好哦，这边要回头反包夹，但有三段位移，有炫哦，这个停留有抓到，有这一套什么？有吗？直接大绝开龙的同时。直接免控，哇！你们这个反应 ，Oh my god！ 你们这反应是好的，勾吗？勾不勾？勾得到，直接带吗？没有四等，差一点点，哇！傻啦！你们啊，刚刚四等就带走了的莫拉抓了之后回头一勾，哇！你反身这个一技能，大毛不愧，你们家老板教的挺好的。现在特安娜是血量已经见底了，圣杯剑你跳，你跳了一个空，你怎么会跳空？出手也是空的，你们不要闹了啦！最后这个百步穿杨直接收掉，现在四个人暴打，萨尼也没办法走了，没有被冰到，哇！这个瞬移再跟再定一波，大绝开了下去，这个最边缘你反而扛到塔 ，Oh my god！ 我到底看了什么？魔龙池抓距离吗？切了！哇哟，这个瞬息回头直接一个大绝，现在是地狱雷鸣下去之后跟上出攻，直接带走！哇，桔梗，别再剪头啦！蓝方没办法吃掉魔龙，要看一下出攻，应该也没办法。桔梗要蓝苗一推，抓这个出攻，抓到这个魔龙，现在连中路的貂蝉也来到，一刷大绝下去之后回头先吸一个大，给你一个现身。多人，结果没想到还是倒下。这夸克真的六爆了！哇，你这个红胡子造型看起来就是一等一的变态啊！是想要来摸一下塔数？哇，这个出钩直接抓到，他马上会跟上。对方有红蓝，好想要那个红蓝，但是没办法拿到啊！百步穿杨，哎呦，哎呦，继续位移，不要啊！越塔真的不是件聪明的事啊！你看，反倒三个人夹吧，四个人尴尬。地狱雷鸣留不留？跳不跳？往回？刚刚是踩空了吗？大险队友都来了，刚刚伸手运嘴缴了下去，好险回头先把萨尼给终结掉了。现在莫拉在进场刷了一波，先把瑟斐斯带走之后，剩下一点点血量，特安娜是注视扩张之后的伤害量带着走吗？没办法，火神之剑往后拉开，反倒是这个大毛倒在了前方。哇，这个压底血还拿双 buff。往下想抓这个貂蝉，意识相当明显，出钩差了一点点，少付十块钱是不是？下一波你就抓得到了，下一波你就保夹了。如果能抓到脆皮是最好的。哇，圣杯是地狱雷鸣一跳，想要来抓对面的貂蝉，结果你在前方已经死掉，你想要拆珠宝也不是这样拆的吧？哇塞，神与超人还有复活甲起来，但你在塔前你没办法拆哦，太急了，孩子们太急了。也是得说，红方的清兵也是够快。有中路这一波出钩，先拉了一把空气，回头莫拉还没倒，已经回到了最安全的位置。瑟斐斯进场直接被莫拉给收掉了。现在前方的力量血量非常的定，好险守护一族开了下去。这个斩杀打下去之后，先把艾莉给收掉了。狂哥在前方的话是留住非常多人，但四名成员还没倒下。
我没有看过高地那么好猜，但主堡这么难猜的比赛。还在蹲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这个蹲到过年，蹲到中秋节来了，你们还是不会有个结果啊！差一点被带走。前面的话，莫拉被抓，但复活甲起来，哇，跟着特尔安纳斯直接被秒掉了。地狱联名终于有踩到，在大卷一刷，大弹剑一劈之后，伤害量还不错。复活甲再 pop 起来，到底要打几轮？现在刚刚出钩又再抓到了人，吞噬电力虽然吸了一把空，但给予的限制位置给予的很好。OK 了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拜托聊天室，聊天室帮我洗一波，啪啪啪啪啪啪。我刚刚真的是因为是趣味性的播报，所以我可能在用词上面会开玩笑，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好不好？打得真的算好了，打得真的很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们不嫌弃我刚刚那么菜的播法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播我真的是累死，我还要兼赛主播赛评，还要兼 OB 手，真的是累死了。可是蛮好玩的啦，为了你们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。大家玩游戏开心最重要，雷不雷那都是其次的事情啊。我自己都被针对成这样，可是我还是玩得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孩子们晚安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